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羽毛，欢迎回来我们的史莱姆农场。哇，好久哇！现在变这是怎样？我完全看不懂。等一下这哦，这是水哎、欸？哦哦，现在只有我们一个有一个新的没抓到哦。哎、欸，以后还会新增5种哎、欸，好酷哦！我这是原本就有的吗？风向什么鬼、欸？然后为什么有一只跑出来了？哎、欸、呦，回去啦！什么声音啊？等一下这又是什么？哦哦，他现在跟你讲会拿到什么东西了？给，那就是任务交给这个，然后他就会给你这几样东西。然后嘞，哇，变成这样嘞！如果可以。哇哦，变成比较有质感的感觉，质感 ，you know， 质感。好看新流行哦，这音效、啊，这剑龙剑齿新的叫做剑齿史莱姆，哇、哦，是隐形的猎手。哎、欸，右上角那什么、啊？右上角那是 loading 的符号吗？还是什么 ？What？那我看一下地图好不好？地图，所以我们不知道剑齿是生在哪，是不是啊？没有剑齿的区域啊？还是剑齿是在？不对啊，这是回去，这个是去这个地方去那个啊，魔法森林的啊。那剑齿会生在哪里啊？嘿，好酷哦！那。今天的目标就是要去找剑齿史，这是什么、啊？有新增东西吗？看来没有新增什么能力哦。嗯，今天的目标去找剑齿史莱姆，然后看看能抓几。我想清一个房间放剑齿史莱姆。哎、欸，不用清一个房间，不用清一个房间。我来看看剑齿史莱姆可以卖多少啊？58其实也还好啦 ，OK， 好，我们今天就冒险一下。我想先去把这边地图没有拿到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桥通往魔法森林的，我们去那边看看好了。不知道后面拿到，然后这机器啊，之后再说啦。嗯，机器之后再说，现在应该我也不知道要用到哪里。啊，等一下去实验室看一下。哎、欸，这边都变了吗？是我错觉还是这个洞有变大一点啊？是我的错觉吧？还是这个洞我觉得有，应该是错觉。太久没玩了，太久没玩了。我们先去前面那个地方，看看可以把地图找齐。然后我不知道剑齿会生在哪里耶、欸，往前走，剑齿会生在哪里？不攻击，不，没了，他不见了，幸运神人我不见了啦，很好，随时备一只鸡。这边是往农场的，所以这边应该会有一个，哎，你忘记怎么飞了？这里吗？嘿，再上去一点，再上去，这边应该会有什么地图之类的啊？会藏在那么难找的地方吗？哎、欸，我们去魔法森林晃晃，说明剑齿就在魔法森林。嘿，嘿，跳下去，我们有郊游。哦，讲到郊游，想到一件事情啊，就是这次的改版也有新增一个模式，叫做休闲模式。休闲模式就是。一样是冒险啦，可能就是不会有交友，不过这样就不有趣了嘛，所以我应该是不会玩休闲模式啦。哦，
回来这里，让我看看这里有什么有趣的东西，看来是没有。Hello， 欢迎回来我们的史莱姆农场。我调一下麦克风，耶、yeah! ！刚刚我绕了一圈都没找到，然后发现这个新东西哦。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，哎，不能进去。等一下，可是这是一个新地方啊，那要怎么启动它、啊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能，这是一个传送器啊。要浇水吗？还是要去实验室、欸？也不可能啊！那怎么启动它、啊？这是回来的地方，呜、哦，捷径哦，这可以看。所以那个新区域可能就是我们的新的剑石史莱姆的地方，还是要等时间到才能买啊？这样很奇怪呢、欸。进去，还是我们睡到天亮看看。返回牧场，也没发生什么事啊。嗯，哦，然后这个可以选择你要的那个接的任务，不过都看不到，应该没差。有些，哦，这是什么？我接，可是我这都哦，我这个好像都没嘞、欸。对对对，是这个吗？哎、欸，来接六个，接六个。等一下我先把它移掉，清除作物。嘻嘻嘻嘻。哦，我开始我的重新的农场生活了、欸，怎么办？可怕。噔噔噔噔噔，这音效也蛮酷的。我要更新过了，酷炫。好，这个给你。然后剩下那个欧什么防风草嘛？他们好饿，他们好饿，他们好饿，他们好饿。No！ 那这边暴走啦，这边暴走啦。让我整理一下我的农场，哈哈，暴走啦。回去，回去，回到你家，回到你家，好不好？这一只你只要没有，这是假的，这也是假的，这也是假的，这是真的。这只你只要没有喂饱，它就开始瞬移开分身，这样真的很讨厌。所以要把它喂饱，它要顺出去啦。还打喷嚏啊！来来来，进来都进来，很饿很饿很饿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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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就喂你吃饭好不好？来来来来，吃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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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浇个水，浇个水，把你们全部那个都弄掉。哦，他只要浇水的话，那个残影就会不见，所以你要制止他们浇水，再把他们喂饱，不然又会乱飘。哎、欸，我死了好多史莱姆哦 ！No！ 哎呦，你好啊！我剩四只了。哎、欸，这里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给我过来，给我过来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发生什么事？里面我的一罐子都全跑了。No！ 喂喂喂喂喂，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全死！不要啊！这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吸饱了。这个炫舞在这边，先丢这边。姐姐，琉璃，琉璃先丢那边，琉璃先丢那边。然后，你怎么变大了啦？哦，再会。我想一下哦，现在都清光了吗？大家都冷静了吗？很好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好，现在我要开始处理我的东西了。好，首先先把这些食物给吸起来，吸起来。
吸起来。然后这边也把东西干净好了。吸。然后把这个种回去，清除作物，塞进去。OK。我们这边全空了，刚好清出一笼可以弄。好，我再喂你们一点东西哦，再浇点水。OK。好，这个也吸，把那边清干净。这边有宝吗？84颗。好，把这些都拿去卖好了。然后，好，我先拿去卖掉。欸、他的音效都变嘞，好可爱哦。然后我们把欧防风给他4个。OK。哦，这是钱。有信。是要帮他完成任务，他才会那个吗？才会给我们东西吗？我看一下。信的话，我们去里面看。合作。哦，有了，那是一个原始野生史莱姆和危险横行的地方，但也是我最爱的美味稀有水果的生长地。如果你愿意接受挑战，起来蛮荒。OK， 我已经在你的牧场启动它了。哦，所以可以过去了，水啊。那不过在这之前，我先把那个东西喂好了。让你安静一点。喂。不要再瞬移了哦，警告你们哦！啊，不要瞬移了哦，给我乖乖的哦！哈哈。啊，餐街，哎，这也可以卖哦。把这些都清一下，哎，这都满了哦。没关系，你们水果之后再处理，好不好？你吃肉吗？哎，吃肉。吃肉的话，那先给你们吃这个，好不好？你们乖乖的。然后我们现在马上去新地方，他应该会启用那个吧，所以可能要跟那个人接，我刚刚的接的那个人，胖胖的那个人，哎，进现在禁止，接了之后才能跟他合作，然后开启这个通道，对，开了，呀呼，欧戈登的隐居地，哇哦，全新的地方哎。今夜不能换今夜，今夜有点涩涩的感觉。哈哈哈。哦，可以接哦。Hey,Blastrick 是我们主角的名字。Thanks for coming down for my retreat and hearing me out on my offer. So let's get right down to business. I built this place years ago as a little vacation spot for myself. Later, and I realized that it'sneighbors a quarter of island built 什么，你这表情怎么回事，看不懂啊。欸，这个好丰富哦，虽然我都欸 man 欸这个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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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 what the heck 这是什么东西啊，好多，我进不去，要花钱是不是 ？What？ 哎、欸，我进不去啊，那我过去。What？ 等下是要，那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哦，可能要收集什么，然后才会开启，然后让我们过去，然后我们要现在去这个地方收集水果吧。蛮荒之地充满了史莱姆一族的老祖宗。What？ 哎，地图，问号，我们现在不知道在哪里，未知哦，所以地图上看不到了，是不是？有了 ，Yes， 欧卡果，疯子才会采集的东西，要收集75个，哇，真的是疯子哎，哇，太酷了吧，有了。
好生气，好生气哦！不要生气好不好？不要生气啦，对不起。哎、欸，我路过，路过，好可爱哟，好可爱哟！然后前面那是什么？哦，都是生气的，这些都生气。那这是什么？剑齿死，剑齿死，莱姆尼球。哦，痛痛痛痛痛！这是他们的玩具吗？这是什么？啊，痛痛痛痛痛！还是要丢丢这个啊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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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别咬我！别咬我！史莱姆要死啊？什么？哦哦哦，可以买是不是？哈哈，太智障了！我是都有了，我不用买。好，蛮可爱的啊！嘿嘿，高超守卫，嘿，我们的高超守卫。不过这到底是什么啊？丢水晶去？不是啊，好吧，不管，应该哎丢结晶过去。可我现在没结晶，也不能丢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哇，怎么那么多这个泥球？还是要把它洗干净？不是，哎，有变小的趋势吗？好像没有哈。内涵多啊，汉尼要把它洗干净什么了吧？泥球。嗯，不了解，不了解，我现在也不了解。还要把它丢到水里，有水吗？好，看来是没有呢。这是什么啊？好酷哦！甜心菜怎么会有甜心菜啊？我刚看到甜心，哦，这个甜心菜。我们继续逛街哦。哎，怎么又是？它好像都是坏，就是邪恶的、生气的那个剑齿。没有一般的剑齿哦，我不知道一般剑齿要怎么拿诶。现在看到都是那个诶，还是一般的要死？诶，好酷哦！是 Pro， 这不是 Proto？ 嗯，要收集七十五也太困难了吧？好好好，他们吃什么、啊？肉类？他们吃哦，肉类。可是猎手也吃肉类啊。六格而已，会不会太少？这为什么开不了啊？我都生气耶，好生气哦！你们好生气哦！哎，怎么回来了？我还破音，怎么回来了？不是啊，回来回来，还是要丢你们啊！哎，还是把这丢进去。对对对对对，把这丢进去。哎，果然，呜哦，清干净，碎哦。啊、哦！把这清干净。原如此，原如此。那我吸过去，过去。十一个，十一个了。哦，还可以哦，它可以一直用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那个泥球就是把它清干净之后可以拿三个，那我浪费一个。哎，那什么？我不要这个。戒指哦，好可爱哦，而且还是化石的，我起码是好戒指史莱姆，好可爱哦！哦，它是好的，可爱哦，喂破音，好可爱哦！哦，是戒指吃肉类哦 ，OK OK， 好可爱哦，我想找它的原生种，这是新的吗？石小鸡不是不是。这不是新的。好，我们继续找他们的。这里可以走吗？看一下啊、哦，超级迷路哎！不管了，不管了，太可爱了吧！我们来看那个好了，史莱姆。剑齿史莱姆没有喜欢的东西，只是吃肉。虽然被认为早已灭绝了，但剑齿史莱姆的基因被蛮荒之地的混种史莱姆继承下来。剑齿史莱姆哦，所以他们没有那个、哦，就是原生种吗？他们没有原生种哎、欸，就是一般小只的，他们只有混种。嗨嗨，你好，好痛。哦，它没有小只的，原来如此。哎、欸，这是好的，哎、欸，不是好的，坏的。这是好的，然后这坏的、哦，所以有好有坏哦。OK， 这边是好的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
结果，对不起。这也是有好的嘛，哎，有坏的啊，好痛。所以不是全是坏的啦，只是都是大型的，没有小只的。来收集一下，收集一下。所以我们不能找到小只的，还蛮可惜的。小只应该蛮可爱的啊。不要咬我啦！这边好多哦，水哦。生气，生气，好生气哦！哎，收集75个太难了吧？哎，这有个，来偷看一下。发光岩 ，OK， 拿一个发光岩。哎，结果 ，Shilimashay，Shilimashay，Shilimashay， 不要再吃人了啦！シリマシェイ、シリマシェイ。这里是哪里？看来我找不到回去的路啊！前面还有荧光的，哎，这边太大了吧？搞什么鬼啊？来收集一点。哎 ，OK， 这边也太大了，太大了，哈哈哈，超级大哎！这里到底怎么那么多传送阵啊？哎，等下这是我们一开始回来的地方啊，是吧？是啊，我们刚刚从这边下来嘛。对，这是原本的地方。啊，我要怎么回去？哈哈，我现在找不到回去的路。有了，看到一个回去的路了。我要回家。哎、欸啊，我们回来这边了。好，那我们再去一次那里哦。所以说，我们看到那个不能用的传送阵都是随机哦。我懂意思了，就是好，我先传过去。就是我们传进去之后，会随机传到一个点，不会固定的意思吧？我觉得先。哦，给我了，想说东西怎么没给我？猎手去看，辣豆腐是干嘛用的啊？食物不能种在狗，只能喂史莱姆吃，喂史莱姆吃啊？啊，我什么时候可以过去？等一下，让我过去啊！一定会有个地方可以，我看一下，不行，都关起来了。还是要收集到75个才能过去啊！辣豆腐是怎样啊？我们回去看一下好了。回去，在这里。啊，走错了，是这里。我这一段路好长哦，我们路好久哦。我们喂给史莱姆吃一下好了。他会怎样？不会怎样啊？而且还有个歌声，为什么？你在唱歌吗？所以辣豆腐就只是单纯食物而已哦。OK， 蛮失望的，哈哈哈。啊，这个要存在那个库卡，好，这个要先存起来。这要怎么开门啊？是要看一下。也不是要买，还是要去升级这个地方啊。史莱姆钥匙25000，我是不用买啦，对，因为我还有一把。好，我们去实验室看看好了，会不会有新增什么东西啊 ？OK， 在这里我看一下，没有，也没有新增什么东西啊。所以要开启那个房间，可能要收集75个库卡多巴果，应该是。OK， 下一集我们就认真收集
认真收集，然后顺便逛地图，然后还要收集一些剑齿结晶。OK， 那这次的史莱姆农场就差不多到这边哦。那如果喜欢我这个新系列的话，这也不算新系列啦，只是新的episode。如果喜欢这个新的史莱姆农场的话，可以帮我按喜欢，想去收看的可以点我刷起来的订阅，发出我左边点铃的按钮。我是羽毛，我们下一集史莱姆农场再见喽。嗯，拜拜。